这是北京的卢沟桥。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借口一个士兵失踪，向宛平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奋起还击，掀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1937年8月22日，长征到达陕北的和坚守在南方游击战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和新四军，开赴抗日战场。9月，贺炳炎正在西安广仁医院住院，准备治疗一直没有彻底痊愈的右臂。抗战的消息传来后，他不等伤病痊愈，执意离开医院，奔赴抗日前线。他还带走了广仁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同时呢，还购买了大量的药材，一起奔赴了陕西前线。1937年9月3日，120师在师长贺龙的率领下，东渡黄河，昼夜兼程，赶赴晋北前线。部队到达神池不久，贺炳炎追上自己的老部队，接替宋时轮任716团团长。当时这个战局的情况非常紧急，日军占领了大同以后继续南下，准备进犯太原。为此呢，国民党军队呢就在忻口组织了忻口会战。此时忻口战役已经开始，我八路军担负配合支援忻口战役的任务。贺龙把716团团长贺炳炎、副团长廖汉生召到驻神池县义井镇120师师部，亲自布置了在代县的广武、雁门关、太和岭间破袭大同经代县忻口到太原的公路，打击日军运输队，截断日军补给线，相继占领雁门关的任务。贺龙特别嘱咐，现在是和日本鬼子打仗，不能掉以轻心。日军他有飞机掩护飞机的作战，是吧？所以当时这武器啊，双方对比比较悬殊。贺炳炎和廖汉生率部经过3天的急行军，部队按时到达雁门关西南10多里的老窝村。行军路过宁武县城时，贺炳炎、廖汉生和716团的战士们亲眼看到了日军血洗宁武城的暴行。老百姓有的全家被杀死，有的妇女被强奸后杀掉，男人干脆用刺刀捅死，就连不满3岁的小孩子也被刺刀挑到屋顶。贺炳炎回忆说，就连水井里都填满了中国百姓的尸体。对那帮战士们看到一路上这么惨的场景，也激起了对日寇的那种愤恨，也要为发誓为老百姓报仇。雁门关又名西行关，位于中国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县城以北约20公里处的雁门山中。716团准备在雁门关这里狠狠教训一下骄横的日军。他们到这个雁门关附近呢，就是到黑石头沟这个地方，他们观察这个地形。贺炳炎发现黑石头沟南低北高，沟底尽是山洪冲下的乱石头，汽车路顺沟由南向北而上，南端有一座小石桥，是打伏击的绝好地方。18日凌晨5时，部队静静地进入黑石头沟设伏阵地。上午9时许，日军车队拖着滚滚烟尘，像长蛇一般由南向北驶来。观察哨报告约有10-10辆之多。日军车队缓慢地拐过小石桥，爬上陡坡，进入我伏击地域。贺炳炎团长一声令下，打！顷刻间，各种火器一起射击，步枪、机枪交织成密集的火网，团属迫击炮连把一颗颗炮弹准确地掉进车厢。打头的几辆车立刻燃烧爆炸，日本兵纷纷跳车，
冲锋号响，三营营长王祥发率领突击连如猛虎一般扑下山去，其他几个连也相继发起冲击，一下子就把敌人压到乱石滚滚的沟里。打伏击战呢，我们很有一套，是吧？基本敌人进入我们的伏击圈以后，我们一个冲锋，是吧？很快就能把敌人消灭。但是呢，他日本呢，这个开始的时候这次啊也是有措手不及，但是很快的醒过神来以后，马上组织反冲锋。这是全新的对手，更是顽敌。日军从车肚子底下爬出来，端着刺刀做拼死的反扑。贺炳炎与廖汉生带着几个警卫员也冲下山参加了战斗，贺炳炎亲手刺死了几个日军。此时警戒分队报告，从广武方向又开来日军车队，也有百多辆，满载着向新口增援的弹药和士兵，急急驶进黑石头沟。我警戒分队冲着打头的几辆汽车一顿猛揍，打着了火。后面的日军迅速跳车登山，顺着西边的山梁转到我军左侧，向在公路上的八路军射击，对我威胁极大。天上四架敌机也赶来助战，战场形势突变，贺炳炎命令部队撤出公路，重新上山。一梭子弹打来，就打到贺炳炎背，贺炳炎前胸穿过去了。贺炳炎穿着皮袄，给他皮袄还穿了两个洞，啊，他身边的警委员呢受了重伤。太行山上这部抗日巨片浓墨重彩地表现了中国军民浴血奋战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史实。片中香港著名影星梁家辉零片酬扮演了独臂团长贺炳炎，单臂挥刀血战雁门关的英雄壮举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仗，七幺六团击毁敌军车20-30辆，毙伤日军200多名。贺炳炎作为雁门关大捷的前线总指挥，不仅延续了自己英勇的作战风格，更是展现出了过人的机智勇敢。这一年，他刚刚24岁。两天后，贺炳炎决心再打一次伏击。贺炳炎战前亲自带领部队破坏了7座桥梁和几千米的电话线。20日上午，日军200多辆汽车结队而来，并有5架飞机侦察助战。贺炳炎决定在给敌人以猛烈突然的火力袭击之后立即撤出战斗。王祥发营长率3营占领了雁门关，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古关之上。毛泽东主席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太原北部新口战役时，雁门关南北游击战破坏同蒲铁路、平型关汽车路、洋房口汽车路，所起的战役配合作用是很大的。那时候日本兵一个兵甚至一个班对我们影响都很大，所以这个贺炳炎开出来这个战略，应该说给我们增添了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的信心。蒋介石对此大喜过望，对七幺六团进行传令嘉奖，海内外报纸也大力宣传雁门关伏击的战果，称之为雁门关大捷。国民党这边专门奖励了200多块大洋给七幺六团。1937年11月，新口战役因娘子关失守而功亏一篑，太原失陷。1938年的春节前后，这是八路军在山西最困难的一年。
但是为了配合阎锡山的反击太原的作战命令，八路军120师化整为零，积极地运动到太原周边进行袭扰，结果阎锡山退了。阎锡山这次退却都丢掉了他的第二战区指挥部。大同日军乘势再次进攻，晋绥军不堪一击，致使日军把宁武、神池、五寨、祁兰、河渠、保德、偏关七座县城再次占领。这都是由八路军120师收复后交给阎锡山的。贺秉彦在贺龙的指挥下率部赶回晋西北。3月22日，在凤凰山，贺秉彦又一次精心部署的伏击区，716团烧毁汽车十辆，毙敌300余人，并乘胜追击，第二次收复神池。就这样，120师又把被日军侵占的七座县城重新夺回来。1937年底到1938年，几乎一年间，贺秉彦、廖汉生带领716团这支劲旅，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巧妙周旋。这些作战草图虽然今天看来有些粗糙，却都是战斗最真实的记录。这就是著名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从这里曾经走出过十多万军政人才。1938年8月间，贺秉彦离职来到这里学习，是抗大第三期高级班的学员。贺秉彦呢，在抗大学习期间，他总结了他过去实战的一些经验，并且学到了一些革命的理论，他的军事理论水平呢提高很快，这为他后来成为我军的高级指挥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贺秉彦从抗大毕业以后，赶赴冀中前线，和红军时期的老搭档余秋里再次联手。余秋里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突然接到贺秉彦同志电话的第二天，贺秉彦就骑马来到了三支队。在长征中，我失去了左臂，他失去了右臂，这次见面，我的右手和他的左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帘子口战斗是贺秉彦出任三支队司令以后，作为一支山地作战的部队，突然来到了平原，在平原对日寇进行了一场伏击战，这是一次了不起的战斗。1939年6月27日晚，三支队来到澧县帘子口一带预设阵地。28日拂晓，正当我军构筑工事时，澧港之敌开始向帘子口出动，贺秉彦当即布置战斗。当敌人距我阵地200多米时，我军展开猛烈射击。战至中午，肃宁之敌100余人前来支援，并释放瓦斯毒气，我指战员毫不畏惧。黄昏时，我7、8两团向敌发起反击，敌人支持不住，狼狈逃窜。这次战斗，三支队毙伤敌军200多人，缴获了一批枪支和军用物资。此后，三支队经过大小战斗数十次，只要有战机，几个鬼子都不放过。当地的老百姓信任这支八路军的正规军，亲切地把他们称为一把手部队。日本一听说一把手的队伍来了，就吓得跑。1940年5月，三支队浩浩荡荡回师晋西北，参加晋西北夏季反扫荡和百团大战，又接连打了20多次战斗。三支队整编为358旅第8团，贺秉彦任358旅副旅长兼晋绥3分区副司令员。1941年1月，反扫荡胜利结束，晋西北战局稳定下来。为面对更加复杂的局面和更大的斗争，贺龙和关向应下决心抽调骨干到延安学习。
贺秉彦代职再赴延安军事学院，五月转入中央党校，并参加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这次学习，贺秉彦不但在军事政治上更加成熟，还找到了人生伴侣。一年时间，贺秉彦勤奋好学感动了他的文化教员。当得知28岁的贺秉彦还没有结婚的情况后，文化教员提笔帮助贺秉彦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送到了延安医大的女学员江平手里，这是贺秉彦不久前看上的一个美丽善良的女孩。这是他们结婚的一张结婚照，当时就这个有水平有照片已经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了，所以他们是照了一张纪念当时他们在这个42年结婚的时候。那年呢，我母亲才17岁。江平原名叫江国奎，因为被白求恩的牺牲精神感动，立志学医。最初任延安卫生部长的爸爸江其贤并不赞同，于是江平悄悄把自己的报名表上的江国奎改成了江平。等江其贤发现女儿的行为时，江平已经坐在延安医大的窑洞里听爸爸讲课了。贺秉彦和江平喜结连理，有了一个全家5个老红军的家庭。1930年，贺秉彦和父亲贺学文共同参加红军，而江平一家也同样传奇。江平的父亲江其贤是一位名医，早年跟着毛泽东长征到了陕北，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把江平和母亲从敌占区接到延安。知道消息，毛泽东十分高兴，在江其贤母亲生日那天写下“国之贤母”这个题词。毛泽东的墨宝和朱德的对联一起成了江其贤母亲70岁生日的珍贵礼物。我大哥叫贺雷生，他是延安生的。这个特殊的家庭后来有了贺雷生、贺北生、贺灵生、贺京生、贺燕生。孩子们的名字中间一个字，除了贺雷生出生和天气有关，其他全是贺秉彦征战过的地名。1942年年底，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驻地杨家岭会见军事学院学员，贺秉彦与其他学员向毛泽东敬军礼。不同的是，别人举右手，唯独贺秉彦举的是左手。毛泽东紧紧握住贺秉彦的左手，感慨地说：“你是独臂将军呀，今后不要敬礼了。”贺秉彦回答：“我是军人，应该敬礼。”告别结婚不久的幸福家庭，贺秉彦又踏上征程。1944年秋，中共中央决定由8路军359旅抽调一部分主力部队，组成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独立第1游击支队，远征华南，与东江纵队会合，发展南方抗日根据地。同时，由中央组织部选调一批干部随队南下，到鄂豫皖工作。从358旅抽调的100多名干部组成第5大队，由贺秉彦、廖汉生分任大队长和政治委员。11月9日，南下支队离开延安，开始南征。南下支队到达黄河边，费尽艰辛，只找到一只小船。整个支队5000人马及大量辎重很难全部过去。这个大队长和政委比较郁闷，晚上啊结伙就到了黄河边去遛弯去了。走着走着，一下发现前面白茫茫一片，听不到咆哮声了。河边仔细一看，黄河封冻了。整个南下支队带着骡马辎重，全部从冰桥上走过黄河后，
河面上的冰层发出了巨大的声响，冰凌咆哮着随着滚滚的黄河流向远方，冰面碎了。老百姓讲，黄河结冰在这个地方是百年罕见的奇观，真是天助我八路军。历时78天，南下支队于1945年1月到达鄂北大雾山，与新四军第5师会合。最后打到大别山以后啊，到大别山里面，他很快就走进了一个女上台，成立了江汉军区。他是江汉军的第一任司令员，这个人非常了不起。为此，贺秉炎成了老将军中为数不多的从红军走来，当过八路军，又当过新四军的人。其实啊，无论是在长征的途中，还是在抗日的战场，贺秉炎从来没有向困难低过头，也从来没有向敌人服过软。在他的身上，体现出的是中国军人的气质，体现出的是中华民族的气节。有了这种气质和气节，我们就可以战胜一切艰难险阻。